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就是佛法上讲的就是要放下一切，断除执着，对吧？但是在我们现在社会中呢，可是我们教育小孩都是很执着于自己的目标，执着于自己的信念。您怎么看待这两者间的区别？这个教育是没有错，我们要跟小孩子给他们讲这些时候，你一定要目标，你一定有眼光，是吧？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做什么呀，清清楚楚的。这个在佛法里面也讲，你一定要修行，你一定要成佛，你未来要度众生，你一定要计划和这种慈悲的修行。但是这个过程啊就不一样了。佛法呢，佛法是怎么说？佛法所教的给我们教育上面的什么？你要想要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你每一座事情都可以去做，但是你要思维到位。你从无始以来都有无数的爸爸妈妈，所以你这个爱呀，通过自己的妈妈开始，你这种的教育和整个众生的生命都能可以通达这种思想。你还要知道啊，你要做事，你要工作，你要成立一个共识，是吧？你成立一个共识，你要知道啊，一个学佛人怎么成立？我办这个共识，我要去努力的去做，但是我知道这个共识会有变化的，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我们提醒心里有一个无常的这种智慧，我们发生这些问题，我们都不会很痛苦。说我正常，世界都是无常变化，但是你这个观念和智慧没有，你突然发生一些问题，哎呀，你受不了，你会自杀跳楼，你的思想不到位，你智慧考虑不全，所以这个过程都我们都要理解。所以呢，佛法的教育呢，你要做任何事情，佛法它也会教我们呀，走人啊，学习啊，佛法里面都讲这些东西。但是他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你做的这些事情，做的事，都要思维到位。我这个事情会不会变化？过去啊，这些人怎么做的，都有会失败的，都有会就是无常的变化的。所以这些教育在我们这种思想当中有这个无常的这种智慧啊，对我们做事更有帮助。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啊，包括我自己哈，都在很长一段时间认为这个佛学就相当于一种哲学一样，人生的一种哲学。但是您一直在强调要实修，为什么？因为是你看啊，佛的力量和人的力量是不一样，知道吧？每一个众生都有生命中有一个觉悟的力量，叫佛法里面叫佛性如来藏。这个如来藏是生命的最高的一个觉悟的偏执的这种力量。所以我们呢，现在人呢，生命看起来很健康哦，体力很强的哦，但是呢，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生命很脆弱，你得到这个癌症啊，遇到癌症啊，或者遇到痛苦、遇到灾难的时候，你的生命呢，像风中的酥油灯一样的，一吹就没有了。佛菩萨吹不了，佛菩萨遇到这些痛苦困难的时候，他的能力更强。他就更就坚持，他从来不痛苦，他从来不会避免面对。所以这个是通过这个实行培训培养的。那在您看来，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人也能够通过实修能够达到一定的境界吗？我看到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业力啊，我也可以看到你这个人就是说根基是什么样的，但是呢，我看不到你啊，是去哪里啊？你的前世是谁看不到？因为是我还没有修到最高的地方，我就能修到你看到你的形而已。所以呢，最好修到最高的境界，他能可以看到。像西藏有很多的这种真悟者，他能可以看到，我就能看到，就是说，就所谓比你好一点点。您太客气了吧，知道吧？所以就是看到跟你有点不同的地方，但是其他的很多都看不到。最近呢，就是从现在我们从报纸啊，从杂志啊，甚至从现在的个人的就是体会都知道，世界上的灾难似乎越来越多，大的灾难越来越多。科学家呢试图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灾难的发生，那么您从佛学的角度去怎么解释它？
佛学啊，佛学是这个呀，讲的时候啊，要讲到了众生的这个功业，共同的业力，还有人的这个贪嗔痴慢，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啊，人的嗔恨为世界带来一个灾难，好在啊，水灾啊，都会实现的。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人的贪心够强大，整个地球都挖空了。在人的贪心在上面加上这个机器，科学的机器的力量，整个地球都挖空了。地球也是一种生命，它撑不住，它生病了，灾难就来了。这个灾难来自于人的贪心。你看买矿啊，自然破坏自然的环境啊，或者是整个地球的这种金子呀、黄金啊。黄金呢，或者是在这个矿啊，或者是这个树啊，刚刚都挖的光光的，整个就是地球都慢慢就空了。地球也是有生命的，无形生命的，它也撑不住的。所以这就是来自于人的贪心，人的贪心越少，这个地球上面呢，是灾难就越少。所以呢，从佛法来讲的话，是贪嗔痴慢，众生的功业的贪嗔痴慢有关，不是说一个个人。我很生气的时候，那边地震就来了，不是这么回事。整个众生的共同的业力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会发生这些问题。所以你看你身体也是这样，你生气经常生气，你爱生气，你爱发脾气，爱发脾气，经常发脾气，你身体灾难就不停，今天这里痛，明天那里痛，今天生病，明天生病，就说你这个人的嗔恨给你带来的一种灾难。同样的，你这个发生到外在的这个世界上去，那这个世界也是一样的灾难呢，就跟国家和国家中间这些战争呢，都是人的嗔恨心所来的，嫉妒心所来的。人的嗔恨和嫉妒没有，这个国家和国家的这些打仗啊、战争啊都没有，这些武器不可能自动自发的打仗，这些武器都是人的嗔恨心有关。所以这个世界在那里就是人的贪嗔痴慢。您最近在号召大家就是每日一善，您是怎么去想的呢？您认为这样做，对这个世界和平会有什么好处？我觉得是人这个世界上，信仰宗教的这种人越多越好，不管你信什么宗教都没有，只要信仰就好了。你信仰呢，每一个宗教都讲到了爱。仁爱，这个爱呢是对世界和平很大的帮助，这个和谐和平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你有了爱，你不会做恶业，你不会伤害别人，不会破坏地球，不会破坏环境，因为你人的心里有一个爱，爱是没有敌人的。生命中有爱的人是菩萨爱，心里有爱的人是我们最依靠的人。所以呢，我们哎呀，你看你找一个朋友，你找什么样的朋友？你不可能找一个嗔恨心的朋友。你说哎呀，我要找这么好的有爱心的善良的心。所以每天不管你信怎么宗教都行，你不信宗教，每天你做善事，哎呀，你要照顾这些老人呐、啊，哎呀，你就是说去跑监狱来，就是给他们讲课呀，你跑到这个孤儿院去讲课啊，你每天就是说为这些残疾人服务啊，这些都是不需要宗教，但是需要人的善良。人的善良有了，这个世界和平啊，这个和谐就是自然而然的。所以这个地球是靠人的爱，世界和平是靠我们每一个人的这种善良、善行和爱来和平的。你不是和平，是从嘴巴里唱出来的。每一个人从自己心动当中，每日一善，或者是每日两善、三善都可以。我要就今天爱你，我帮助你啊，互相有这个帮助的这个心越来越扩大了，它不会有这些战争的。所以这是一种每日一善，是扩大我们心里的一种爱，扩大到全世界去，培养一种爱，培养一种慈悲心的最好的方法就是每日一善。你说的真好，你有知道全世界去传法，您能不能谈一谈你们的想法呢？因为人呢，
是不同的思想。因为我呢是一个佛教徒，也是一个出家人。出家人和佛教徒的这个，我的个人的观念来是怎么理解这个世界啊？出家是出什么家呢？要处理自己的这种感情，处理这种自私的家，组建众生的家。我要出家以后，我要组建这个众生的生命，每一个众生的生命，我要组建他们的生命中，去利益他们。那每一个众生的生命跟这个地球那是合为一体的，没有地球不可能有这些众生的生命。所以呢，我要走进这个世界，这是我的一个梦想。我走进这个世界以后啊，我可以走进到每一个众生的生命中去利益他们，服务他们。所以我这一辈子没有想过我要得到什么钱财和名声，我没有想过这个事。我想的是我这一辈子的我的生命花融入到别人需要的痛苦的需要我的地方，我能去帮助他，需要我智慧，需要我的生命，需要我的力量的地方，我都能愿意去在那个地方去做事。所以呢，我就没有想过自己解脱呀，没有想过自己就是说成佛，都没有想过。这个出家是一种逃离一种自私的家的一种方法，离开自私的这种思想，离开的一种方法。我离开这个自私的思想的这种家，离开以后，我能才有可以自由的做些众生的这种家。所以众生的家是什么？众生的这个家是每一个众生生命中的无数的痛苦，但是呢，他们很多众生都没有智慧。你没有智慧的话，因为你看这个最大的智慧，你生命中的这样大智慧啊，新的智慧能解决你的生命中的痛苦。如果你没有那么大智慧的话，你解决不了生命中的痛苦，就说你暂时吃药扎针，但是你根本上解决不了。所以众生很需要这种慈悲的爱和这种心的这种力量。所以我每次我自己心里有一个这么一个梦想，去全世界弘法，希望有一个菩萨。这不是我的力量，我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是我发的，就是说自己的一种简单的力量。我发动简单的这个思想力量上面呢，我就这样去做。我相信上帝也好，三宝也好，善良的人也好，都会帮助我，会支持我。因为我的思想不是为自己做的，我也没有说希望自己的什么宗教呀培养到全世界弘法，我没有这样思想。我就能说需要我的地方，在不管是哪个地区的角落，哪个地方需要我的地方，我能够希望自己就是在去承担他们的痛苦，能就是说他们的全部承担不了，我也想他们的痛苦可以分享给我一部分来我承受。这种的原理，所以我的人生目标是一望无际的状态。但是我现在目前呢，自己能力是有限的，我相信我就是努力的去做，在这个世界上菩萨也好，善良的人也好，不管是神也好佛也好，都会帮助我。就说我为了自己的这种自私的状态去，我要抓住什么，我要得到什么，我个人就这么想的话，我希望呢，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意义。所以我每次自己的思想就是返回到这么一个状态去，每天做事，就是每一天我都是这种这样思想的，组建世界，给每一个众生生命中带来一个光明的世界。才能见到我，跟接触过我的这些人，都能得到一种快乐和安全，暂时就近的这种利益。每天日日夜夜在自己生命中这么祈祷，上帝有力量，上帝给我加持；三宝有力量，三宝给我加持；
啊，神有力量，神要给我力量，菩萨有力量，菩萨给我力量，谁有就是有力量，就给我力量，我就是这个生命就捐给众生，啊，每天就这么想。谢谢先生，你讲得非常好。